男人们的饭局绝对不单纯。我刚刚说我跟依云哥去吃饭，那确实是就是我们两个吃。那小钟说，哎，你在哪里？你我也要过来，还过来。他过来就带了一个妹。那小钟是自己单身，人家他带个妹很正常啊。那个妹还跟他照相，然后他还打卡。小钟，香蕉你个拔啦！我就是因为那次被他害惨了。